今天咱们搞点不一样的盒子。今天本来是昨天嘛，昨天应该本来是 Revolution 革命发售的日子，但是今年的革命真的，你这个潘尼尼真的就不要做这个系列了，好吧？今年连签字都不保一个 Hobby， 虽然价格低，270多刀，但是你一个签字都不保，你太离谱了吧？一个 Hobby 盒子签字都不保，我就不想说什么了，完全没有任何兴趣，而且是贴签，所以咱们不如拆拆这个啊，古德温 Champion 这个东西呢，天花板非常高，有没有？据说是可以拆到那个乔丹签字，还有我杰伦格林的，我看了几个在那个 YouTube 上面拆的盒子，有拆到杰伦格林的签字的啊，还有什么？但是小概率事件啊，所以咱们也不抱那么大希望。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，就是乱七八糟的，有什么政客呀，各种乱七八糟的什么，各种 sports 吧，有棒球啊，橄榄球，还有去年的状元 Trevor Lawrence， 反正乱七八糟很多东西很多，我可能有很多不认识的，但是大家也不要见怪。这一盒里面有两个 hits， 有可能是签字，有可能是一个就是球衣啊，或者以那种类似的，有那种 relics， 这个就是你就一件物品上面的东西，然后还有什么 patch， 还有什么 3D 的东西啊，反正大概就是这些就都算作 hits。当然，我还是希望整个签字啥的啊。乔丹编号这上面画了一个，然后咱们就开拆。这里面一共20包，每包是5张卡，所以就是100张卡。天花板巨高，当然这个下限也巨低，这就是这个盒子的特点。但价格就还好了，我觉得价格这盒就差不多就二百多块钱啊！哎呀，还是应该拿把刀来的，不然我在这儿费死力给这儿拆。OK，Nice， 咱们就开搞，一共20包，一包一包来。这里面肯定我有很多不认识的，不知道今年这个Gwen 会不会出超市盒哈，因为之前买到过超市盒的，所以不知道他这次会不会依旧会出超市盒，不好说。好的，这有一个滑雪的 snowboarding Toby Miller， 不认识。哎， Josh Giddey 啊， Josh Giddey 这张照片我看了，第一个印象这个妆容或者是这个照片拍出来好像小丑啊，这个有没有？看看这是一张什么Coco Tennis， 不认识。这是一张有一点那种 Chrome 效果的，我先都放着吧。Isaiah Todd Soccer 的法蒂，足球的我也不太了解啊，我就单独把这个篮球的给挑出来，不管它好不好。这个东西我觉得古德温这个系列要做强做大，真的，你找那个谷爱凌啊，这里面只要找个谷爱凌有签字啥的啊，这盒子还不起飞。大阪之美，哈里斯弗洛统啊，这个是女篮的，这个是 Laura， 我记得好像是 Ranger 的吧。这个篮球运动员是真不认识，真的，你把谷爱凌哎签个合同，搞个签字权，这盒子绝逼起飞，好吧？流量现在在哪儿？你得想一想。这个是滑板的，哟，这有 3D， 这算是黑 hats 吧？妈的，为什么是他呢？不知道算不算就是 hits 吧，反正就是副总统哈里斯 whatever trainer MMA。 哎，这不是 Joanna， 就是跟那个张伟丽打的，被脑袋打个包出来的那个。哎呀，乔丹这种签字真的是你可能拆个100盒能出一张，这个盒子这个袋
子倒是还挺结实的，完全没法穿，离的就好拆一些。握神，哎呦，一张，这是一张 hits 了，一张球衣的 Trey Lance， 去年的前三还是第几？一张他的球衣卡，有没有说是什么 Game One 啊或者什么的？没有描述，无所谓，但是至少还可以吧，我觉得。Trey Lance 和一张球衣卡，感觉还可以。啊 ，Baseball 的 King Griffey Jr. Skating， 行。第一张 hits 出来了，希望那个 3D 效果都别跟我说是张 hits 啊，那我就离大谱了。血亏，我去，袋子也太难开了吧，我又不喜欢用剪刀。 MJ 麦克乔丹高尔夫啊，里面有个这种小小的这种扑克牌的卡，厨师，然后高尔夫，他就是每年各问，就是各种乱七八糟人都在里面，各种运动啊、政界、政商、记者呀什么的。Lacrosse， 哎嘿 ，Joe Biden， 这些呀、啊，这个 Montero 不认识，这是不是那个冰球的 GOAT 呀？冰球的 GOAT， 大概这个名字有点印象，但是我不确定啊。冰球我也不关注，这名字是叫什么什么司机啊 ？K， 我也不知道怎么读。哦，我的杰伦格林漂亮，有一张这张卡还舒服的呀。对，就是我刚刚说的。是不是 GOAT 我不知道，来又来一张这个花里胡哨的、里面还有这种音乐，搞音乐的音乐家高尔夫，出张杰伦格林，哎，还是挺高兴的，好吧，蛮开心的，要是来张签字我就更开心了。哎呀，我在录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太阳队保罗超神了呀，保罗超神把鹈鹕淘汰了，这是滑雪的啊，这个是那个 MMA， 嘿嘿，犀利，哎，犀利，笑死了，犀利。今天这场，哎呀，看得挺精彩，倒一直很焦灼，鹈鹕和太阳 ，Tiger Woods， 又是个 baseball 的。哎呀，是滑雪的 snowboarding 编号的吧？哟，不带边吗？我以为带边呢，不认识。咱们加快一点速度啊，不然这二十代卡拆的有点慢，主要大多数人都不认识。哎呦，我以为是什么好看的，又是 Joe Biden， 妈耶！九百的应该不至于疯吧？我记得上次拆出什么，有些不该出现的人就直接视频就发布不了。希望这次不会哈。一个 model， 沙滩排球，高尔夫，赛车，哈里斯。现在有点略微厚一点，看看是不是有。哦，等一下，不会吧？没签字。啊，看看这是一张 relic， 我弟乖乖，张刺绣卡，我去，给我搞张刺绣卡，一张鸟的刺绣，我弟妈，给我搞这个，两张，一张 patch， 一张 jersey， 哎，讲道理。还是这个签字更好一些。
高尔夫。哎呦，无忧，哎，忘说了，对，这次 Google 里面也还有无忧，Three Border，可以，还有无忧签字啊。但是我这一代两个字体已经出了，就没货了，没货了。哎呀，LeBron James，LeBron James，Isaiah Todd，这，哎，换成杰伦格林多香啊，Orange。Hyper 杠三九九的，哟 ，Trey Lance，哟，杰伦格林，哟，还可以，哟，认识人还挺多，哎呦，贾兰，不认识，不认识。不认识 ，politician， 不认识，政治是谁认识啊？又是沃神 ，cheerleader， 高尔夫，篮球不认识 ，snowboarding。哎呀，好像有一张杰伦格林的签那个签字或是编号的卡呀。可惜太难了。哎呀，高尔夫、沙滩排球，这就给大家一掠而过了。好东西已经出了呀。Boxing， 同样一个人，库尼亚、奥萨卡、大阪直美。最后两代，拆完了事，还能不能来再来一张好卡呢？还能不能？什么玩意儿？叫 filler， 打扰了，最后一代。OK， 好的，就给大家看看几张比较好的。几张杰伦格林是个人喜欢的，然后 Trey Lance、Isaiah Todd、无忧，两张 Hit 是这个，一张 Patch 的鸟，一张 Trey Lance 的 Jersey。哎呀，差点意思，没出签字就差点意思，把这个换成签字就很舒服了。但是这盒拆的挺好玩的，就是乱七八糟什么东西都有。好，这就是这一期的视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